This is difficult. I think last time.地板就好漂亮哦，不愧是产木头的西雅图啊。电话筒是可以拿下来的，太开心了，加分加100分。这个镜子外面跟里面一圈有可以储物，好酷哦，拜拜。啊，他手是在按这个，他要打到我。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不用在那边转转转转转，我觉得这超好的，而且这个风超强的，真的是少数住的饭店就是吹风机是超好的，不用自己带。而且这个不是吹，这个是罐装的红酒，因为我不太会用那个什么软木塞开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好方便哦，喜欢。好，儿童节要解释为什么这个半天看不到飞机，因为机翼是长，大概在这边跑道，我们站在这，要住饭店在这里，所以不管起飞降落的飞机就会飞得比较低，所以会被航站挡住，对吧？结论就是这个饭店看不到飞机，拜拜。